会有人打野吧？好险！啊，失败，撞失败了。哎，没人没人，快点快点！哎，不要抓他，你应该去投球才对。不然把这吃掉吧。哦，碎啊，他没吃到，还反野。你回去线上吧，我处理他。可以哦。碎啊，走烂。没进，他没进人。啊！阿哥打野为什么没来？人蛙来了。哇！他没来。是啊，打野刚为什么没来啊？天哪、啊！打野刚不是在附近了吗？对啊。天哪、啊！什么烂的东西？哎、欸，不要去抢哦！你去吃龙虾吧。我还守着，你去吃。把它吃掉。先不要丢技能哦，他应该冲出来，抓到，可以，赞啦！这个配合，把他拉到草丛里吧。有，知道。水啊！好，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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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退啊！人拿就出来了。卡比在。卡比，哎、欸、哎，下路有两只，跳两只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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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鸟可以鸟可以啊，没撞他，水哦，嚯，抓好远！哎、欸、哎，人蛙在那边，上路四只哦，水哦，因为我带爪子啊，更痛。蜜蜂出来，哎、欸，他16颗哎，怎么可能投得到啦？屁啦！哇！哎、欸，他们三只哦、喔，他们三只哦、喔，他在神速、喔，他刷两次了，他没招了。先退一下，先退一下，三只不要拉出去。看这一定都投进去的。人外旁边抓哦，下路可以哦，下路应该是吃得到那个、啊，下路应该是吃得掉，我们在这里就好。哇，他也六等，好险下路吃掉了，看一下队友要不要上来吧。哎，他们开打。看看他们开枪 ！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你先退，先退，先退，你先退，先退。这波不要死！看，靠背还是被拿走！天哪，我刚刚那个闪现微超啊，你们看到啊？我在跳过去的瞬间改变方向去敲那个路卡利欧。哇，还是死了！这卡比可以先收吧，可以吧？睡觉啊，孩子，睡吧，睡哦。那我这一波鬼操，咚！睡吧，孩子，阳光猎人直接打歪了。哎、欸，算了算了，这一波看起来就打不进去了。哇，完了完了！哇，被打到剩一颗啊！没有带得分护具，一直被他得分，真麻烦。
咖啡兽不见了，哦，他回来了啊，没睡到他，他七颗，我要下去帮忙。上路那座塔，我看还是不要了。哎，怎么全部死光啦？天哪！睡着啦，有人睡着啦。有人在睡觉啊！睡啊！这个控场配合，哎呦，可以啊！喂，人丢大，等过来哦，就跳你！哎呦，这个配合可以啊，草丛扭扭，你们觉得啊？我控场控得很舒服啊！啊！鱼啊，鱼你不讲话是怎么样？你在问谁？我在跟你讲话啊。你不是玩皮卡丘吗？人呢？哎、欸，上路没有人帮我。你在哪？靠边嘞！为什么队友哇？干、哦、靠边，刚队友不退，早就不要帮他们了。天哪、啊，队友更是乌合之众啊！一堆扑龙弓。哎呀。还不做丢大，下路没人顾哎、欸。哇，我这闪现，我闪掉他哎、欸。后面有人在吃，可惜。不要退吧，傻了。跳塔那不是很舒服吗？哎、欸，下塔会被推哦，下塔更危险。喂呀、啊，下塔都没人去，好危险！感觉下塔爆了。哇，烦呢、欸！天哪、啊，怎么想要撞卡比兽啊？干！要打不打的，算了。退了，等他丢完墙吧，可以，看一下能不能偷一下上塔。天哪、啊，上塔还在80颗啊！闪电鸟出生了。哇！哎、欸，丢不到，丢不到，哎、欸，聚不到，聚不到，上路两只，嗯，关键睡，哎、欸，睡到了啊，跳伞，睡，哎、欸，喵花快跑啊，给他一个大吧。天啊，早就不要帮那喵花开大了，他还是死啊！看我这个大超亏的，哇！睡啊，鸟鸟！干完了，这里完全没输出位啊！啊，西盼！哇！Fuck you！ 哇！鸟鸟被打到剩下三分之二。天哪、啊，在宅口打最蠢啦！天，每个都跟蠢蛋一样，还敢给我投降？嘻呀！